看一下这个，这个就是妈妈，它就是我的喝水的，就是我的吃饭的。还是一个高等的狗啊，智能化的狗是不是？还是个出息，就知道跟我打架，就想跟我打架斗殴，过去就给你。大家好，我是摩托。我爹地说，狗子大了得学会自己做点事，所以今天这期视频由我来主持。这里是火星太阳资讯社，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第一次出镜有点紧张，各位要多多包涵呀。为什么这期视频是我来主持呢？因为要聊的东西跟我有关，没错，就是我身边这套有微博种子，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反正就是给我提供的小玩智能宠物用品套组，里面有一个智能饮水机和一个智能喂食器。据说小玩就是小米生态链下的一个品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下面就让我家铲屎的来代劳，给你们开箱看看吧。首先来看看我的新饮水机，包装还挺厚实，分量也不轻，整体不用怎么组装，拿出来就是个整体。但是有两个小部件还是需要安装一下，一个是滤芯，一个是小海绵，这样才能让我喝的水都是干干净净的，不会被自己的口水给臭打了。这个饮水机的高度也正正好，我稍稍低头就能喝水，而且水还是会流的哦，还能控制它循环流动的时间间隔。当我把水喝得差不多了，它会发出红光，叫我爹地来加水。插头的线跟我之前啃过的橡胶口感不太一样，不太好啃，我也懒得去挑战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喂食器，听铲屎的说，这个比饮水机要重多了，毕竟它可是我的粮仓，更大更重一点，那是必须的。铲屎的还说，存狗粮的桶子和我的饭盆是磁吸在一起的，随时可以拿走吸上。狗粮桶顶部抠一口就能打开，把我的存粮往里倒就行了。不过倒进去的粮可是有要求的哦，必须是干粮，直径还必须是5到12毫米，冻干粮不行，一型颗粒粮更不行，我爱吃的罐头就更不行了。要是卡住了，我的粮食和这个喂食器会一起遭殃。倒完粮食关盖之前，铲屎的把一个防潮的干燥盒给安上了，说是防止里面的粮食太多，放久了会坏掉。看着他这么细心的份上，给他系上一个。插上电之后，里面的风扇式的搅拌器就开始工作了，按一下喂食器上的按钮，粮食就会掉进食盆里，按着不停，粮食就会不停的往下掉，真是太幸福了。而且有时候停电了也不用怕它不工作，它底下可以安装备用电池的，没有电线供电它也能继续工作，厉害吧。如果里面的存粮不多了，它也会发出提醒告诉爹地，你家小可爱快断粮啦，完全不用我操心。就是它的线材嘛，也跟那个饮水机的一样，都好难啃哦，让我少了啃电线的乐趣。哦对了，听说这两个东西我家爹地手中那个方方正正的叫做手机的东西就能控制，让它换水就换水，让它给我加粮就加粮，可厉害了。就是这两个东西刚来的时候，爹地不知道施了什么法，自己就会开始自动操作，吓我一大跳，适应了好一阵才习惯呢。我看呀，这玩意完全就是铲屎的为了偷懒才给我弄来的，看着他平时那么辛苦的份上，就让他偷一回懒吧，下不为例啊。而且好歹我也算是用过智能产品的狗子了，瞬间觉得自己洋气了许多，隔壁楼的小黄和小白估计要嫉妒死我喽。好啦，这一期视频我就主持完毕啦，终于结束了。看来平时爹地录视频也不容易啊，大家多给一些鼓励吧，留言点点赞啥的，我们下次有机会还会再见的，拜拜。